初来乍到，第一次与当地居民接触，靠环保人文展拉近距离。这个是一个新发的地区，比较少慈济人来，也比较做到环保的理念比较少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福田。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理念让这里的民众都了解。蔬醒专区蔬菜水果的陈设，推广吃素做好体内环保，也现场展示资源回收分类。因为环境的关系而导致我们人类很容易就生病，希望环保的这一块可以更加加强一点。就是说要带更多意识给朋友。So I really like all your recycling activities because using all the plastic to make new like blankets and clothes for people who need it, I think this is amazing because we really need more recycling and also people who use less plastic.做环保不分你我，因为回收挽回的是属于大家共有的地球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。